这俱舍论云，由田义书圣及定召义书得永离第一月定召宪法果。啊，论中举出了定召现世果报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对书圣的福田、功德田所做的业。第二种，造业时发心非常猛力。第三是有自相似的宪法受，当修道步步深进，欲得圣果之际，往昔的业会于此时纷纷现前果报。比如修行人快要证得不来果，不来果就是三果了哈，小乘的三果不来果，而超出欲界的时候呢，宿世今生所造的欲界的一枝叶纷纷成熟，就会后报先受，重报轻受，这就如同一个人即将永别曾经久留之地，前往他乡安居，此时该地的所有债主都会前来索债。证到了空性，证到了这个出果以上的人，他是也不怕果报了啊，他能安然这个接受这样的宿世的果报啊。那证到了空性以后呢，他对因果呢，他也是非常的清楚了啊，这些果报都会纷纷来报。所以说有些时候你看到有些正果的人呢，还会受一些看上去非常不好的果报啊，俗人看来好像不好，但是对他来说是安然接受啊，就是这个要超出欲界了。那欲界呢，这个往昔啊宿世所造的欲界的业纷纷成熟啊，快要证到这个不来果的时候。所以证了果的人并不是马上就没有报了哈，证到三果以后，如果圆寂了以后呢，就到了色界的四禅天了，五不还天。那到五不还天去了，就再也不会来欲界了。这里说再也不会来，并不是说永远不来的啊。等他以后回小向大，还要发菩提心，还得来到三，还有又回来了啊。那个时候又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当然是吧，那是来尘缘再来度众生的了。所以说还有果的啊，就是菩萨们就是证到了三果以上啊，回到人世间来度化众生的时候还有果，但是这些果呢就不会出现那种很严重的果报了啊，不会出现那种什么横死啦什么什么这些极其特别的果报啊。有些时候发菩萨们呢可能还是会为了这些众生，可能会主动的替众生承担一些，也有可能啊，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证到了这个果位，菩萨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果，但是这种果呢就是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好的，但是菩萨们他没有什么苦，他心首先不苦，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痛苦啊，只是表面看上去凡夫看到他觉得他不好啊，出现病啊或者死啊，也会出现，可能出现一些横死的情况。过去有些菩萨啊，那个龙树菩萨他走的时候人家要取他的头是吧，把头给人家取但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苦啊。证到了出果的时候，那些这些果报来的时候啊，还是有些苦的。但是对圣者来说，心已经没有什么苦了，因为他已经证到了无我了嘛。他出果已经证到了以后，那么这些苦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恐惧了。病苦啊，或者食苦来了的时候呢，他没有丝毫的恐惧啊，也能够安然接受。对功德田俱舍论呢举了七种情况，于佛上首生及灭定无争，那持见修道生顺意业计受啊，就第一个是佛，第二个是
比丘僧团，然后是灭定，是世间或者出世间的灭，安住在灭尽定，这种布特迦罗烦恼寂灭相续中非常清净。出灭尽定之后呢，布特迦罗即好似从涅槃中来一样。灭尽定呢，跟这个小乘的涅槃还有点区别，他从灭尽定中出来，跟从涅槃中来一样。第四是无增啊，无增是入无增定，对无量众生都不生烦恼。第五是慈，入慈定，那对无量众生升起不共殊胜的饶益心，相续中缘无量众生而不舍离，修无增无增定与慈定，相续中缘无量众生，明显就积累了不共殊胜的功德，所以出定之后呢，即成殊胜的功德田。第六是见，见道的圣者，因其已断见道应断的一切烦恼。见道就是指这个啊，证出果了。见的是这个啊，小乘的空性智慧，就见道。这里不是指这个见的这个无上道啊，这里见道为就是，是指这个证出果。第七是修道生，即通过修道断尽一切修道应断之惑而成就的无学道之圣者。无学道呢，就是世果了。啊，对以上七种功德田做损益之业，就会在当生现前果报。啊，这个现前就会有果报。不拜佛出世之时，啊，有一个佛的名号叫不拜佛，啊，有一个修道人在佛前出家，后成为三藏法师。一日僧团之中出现争吵，而此三藏法师呢，幸灾乐祸，由他鼓动，争论愈演愈烈。这个人就是不够慈悲哈。这个时候呢，另一个持经藏的比丘出来，使争论平息，三藏法师见此，顿时嗔心升起，骂道：“哪位女人惜此争论？因在僧团之中造了恶口之业，这位三藏法师现身就变为女人，而且后五百世都堕为女身，果报真的很严重啊！这讲的人家都不信。”所以说这个女众里面还是要有惭愧心啊，不管你是修的什么样啊，你只要变成女众都是业重的啊，都是因为欲重啊，贪欲重啊，这个我执重才会啊，贪爱心重才会变成女众。所以女众呢，你没有什么任何值得骄慢的地方啊。这个说顺后受报的例子讲一个啊，有一个屠夫七生以来呢常操的这个屠业啊杀业，却不落三途而生于人天。这是由于七生之前啊曾经供养啊必知佛一时，以此福利七生不堕恶道，又过了七生之后，这七生所造杀业必次第成熟而感恶报。这个屠夫啊，七生以来就是一直在做屠夫，杀死也习惯了。但是因为他过去供养过这个必知佛一时，所以说有些这个因果真的有些时候很难，就是很难相信有些世间的人，因为这个屠夫怎么会不现世报呢？这个世间呢？有很多人一生行善反遭坎坷，一生造恶反却安享福禄的事情也很多。所以说一定要有三世因果的观念哈。无量生无量劫来，我们这个生生世世所造的善恶业都有很多没有成熟果报的。
但放眼呢就是三世啊，那么善恶报应呢必无错乱啊，起心动念都是有果报的。那我们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些犯戒呢，这些果报呢，就是说我们僧人有一个好处，就是知道错了，有这个惭愧心啊，有忏悔，如果能忏悔，就是业是可以忏得掉的，可以忏悔的。有一个问题是讲到这个人生圆满幸福的问题啊。那对一个初学佛的人来说啊，我们可以跟他讲啊，学佛呢可以让我们那个烦恼减少，这是肯定的。我们造恶减少然后呢人生会相对来说会就是重报可以轻受。这个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首先就不要去追求什么人生圆满幸福，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无量劫来造了很多的恶业啊，善业，那你这辈子呢可能学佛了，入了佛门了，皈依了，说不定你的过去的恶业会提前来报啊。我不说了，真的出国的人还有报呢，正三国之前呢都会预借的一切国报都会提前来到。所以说我们不要，我们修佛呢不是为了追求人生的圆满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烦恼可以减少，这是肯定的。我们要接受一切的果报啊，我们学佛了不是求什么五福临门啊，求什么富贵荣华呀，这些哈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说现在学佛的人呢都是学颠倒的啊，学迷信因果的，他信因果他是迷信的，这样求呢都是堕落的因。布施一点钱财呢那求发财，是到时候发了财你不是造更多的业吗啊，就是说用贪心来，更大的贪心来做布施。听说供养三宝的果报很大，然后呢就用很大的贪，极大的贪心来供养三宝，不知道这是一种到时候会得到什么果报啊。作为修行人呢，我们是要行施善啊，但我们那个果报什么时候来呢是不能求的。然后我们行善，你要相信因果的人呢，就是我们知道三世因果，那么说你行善呢什么时候得这个果呢，我们不能求，最好是不求啊。如果你要是求解脱那是最好了，是吧，你行善呢回向给解脱，回向自己解脱生死，不是回向自己来世或者现世啊得什么善报。如果回向那个菩提，回向这个一切众生解脱，那一切众生成佛，那当然是最殊胜的。所以这个要慢慢的引导了哈，对初学者你又不能马上讲这么啊回向解脱了，他就不懂了哈。但是对这个初学者一开始就要讲三世因果。不讲三世因果呢，光讲眼前的这个善报啊，这个都不算是善了啊。现世行善就想现世马上就要受善得到善报的人，这个都不属于善了，在下士道里面都有讲到。这个是跟做生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是吧，我行我做了善事，我就要现世我就要得善报啊，如果现世看不到这个善报我就不想做不愿意做。那么这种善呢基本上就是一种恶了啊，就是做生意了啊，就是做买卖一样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没有什么善可言。那一般人行善呢，至少可以做了善事的时候至少不求什么回现世报啊，不求回报。当然了，这个作为凡夫不求回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潜意识里是一定求回报的，只是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啊，那我们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没有求现马上得善报，
就是什么时候报都可以，有这种心态啊，就是没有求现世报，那么呢这个还算是一种善了啊，就是因为你相信因果来你才会去行善的。严格意义上就是啊，一个不信因果的人他行善是不可能的，他即使行所谓的行善都是完全就是假的。一个不是真正的相信因果的人他怎么会行善呢？啊，你们仔细想一想，他做的一切就像做买卖一样，你把一个东西从很远的地方是吧，厂里面运到这里来，然后把包装好了送到人家手上，如果他不拿钱来你会给他吗？你会帮他做吗？是吧，你马上就要拿钱，那我就给你是吧。啊，厂家要生产好了，然后呢还有我给你运到这里来，运到你的家门口来，送到你手上，如果你不付钱那怎么可能呢？哎，不信因果的人呢他就是要这样子的啊，那你现在就得给我啊，那马上就得付钱，马上就得回报，他不相信什么因果了。那真正相信因果的人呢他就会行善，相信善是因果了，他就不求现报啊，他是相信我只要做了善迟早会得善报的，这样想啊，什么时候得这个果报呢？他不求，那这也算是一种善。所以说这个善恶怎么定哈，你们仔细听，要相信善是因果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行善啊，这是最低级的善了，还是哈。如果这高层次一点，就是解脱回向解脱的了，或者回向菩提的那个那种善就不用说了，我们说一切善中之王是发菩提心来行善是吧，回向菩提的善，那是不求这个轮回的这个果报，求的是解脱的果报啊，或者求的是众生成佛的果报啊，那么呢这个当然是不一样啊，就是下士道的这种善也是要真正懂得三世因果啊，有因果证见才有可能真正的行善。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如果不懂真正的三世因果呀啊，没有因果证见的人呢，他们的所谓的善都是假的，要不就是利用别人啊，要不就是嘛是要得回报的，现实就是跟生意做生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都不叫善啊。就像做买卖的人一样，他把货给别人了，人家啊就是付钱呢是晚一点付而已啊，你一个下个月付或者明年付，那如果你不付他就不跟你做了啊。这个求现世报就是这样的嘛啊，就是你现在你下辈子一定要把这个我所做的这种事情你要给我一个回报，这个就不叫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没有善是因果的观念的人，